Hello， 今天要介绍我今天拿到的韩国 iPad 收纳包，我现在超级兴奋的。这两个都是我很想要买的 iPad 收纳包。如果你有 follow 韩国的 IG， 会发现很常看到这两个。我本来想疫情结束后去韩国带回来，但是照这个情况，今年应该是无法出国。因缘际会下，刚好厂商来找我合作，我才可以跟大家分享韩妞的 iPad 包。这是他的卖场，里面很多 iPad 收纳包跟电脑包，还有一些韩国文青小物，大家可以去逛逛看。那我们现在来开箱。哇，你看这个小熊超可爱的，而且你仔细看小熊跟收纳包的材质不太一样，小熊是羊毛毡的材质，超可爱的，而且描边都是这种缝线。市面上的 iPad 包很少都做那么精致吧？收纳包这个棉布好好摸，这种软软的，里面是海绵，这种有防撞设计的比较好，而且里面是这种毛毛的，比较为保护到你的 iPad。然后你看它的拉链也别具巧思，是熊熊的图案，翻面还有品牌的名字。那现在我们来加一条空间板，来看看放得下吗？这样放会有点 K。 我先把笔放在这里，那现在我把巧控键盘放进去，放得下 iPad 跟巧控键盘，而且你看上面还预留一些空间，这样你包包关起来的话才不会卡到。再来就是让人少女心喷发的收纳包，那我们就来快速的开箱它。你看韩国的做工真的很棒，这些图案都不是印刷出来的，这种车线不怕像印刷一样会掉，而且毛毛的就跟真的玩偶一样，好可爱哦。你看这两个都是这种异材质，真的太可爱了啦。这个也是双拉链，拉链都很好拉，然后内里也是这种毛毛的，也是可以放得下 Apple Pencil 的。再来跟巧控键盘一起翻看看，放下去一样可以。而且随便穿件衣服搭配收纳包都很好看，整个就很韩妞的 feel。虽然不能出国，但是带着 iPad 包，跟韩妞一样，在韩系咖啡厅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吧。最后，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还有卖家的 IG 哦。希望有一天我能出自己的 iPad 包。那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次见喽，爱你哦。